你要打拳吗？哎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非常。开始准备习惯一下呗。哎呦，真的，还有继续这声音。那我这个，哎呀，现在力量又出来。哎，谁要再来一次？谢谢你啊。好。谁的手机在响？那个。
后你再去，再去圆，然后它就影响到整个脚嘛。对。然后影响我整个脚，然后还让我跌倒，让我脚断掉了。跌倒至少50次以上，五次还是五次？50次以上，这尤其这7年，这7年当中就影响我走路。我跟他共处了30年，我想说跟他共处就好，就前7年就没办法，就影响到我走路了。不然我每天走大概这么痛，走2圈，因为我是个现在怎么样？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就很痛了。试试看。对啊。这里面。生小孩造成的，就是怀孕造成的。怀孕造成的，怀孕4个月就痛了，就开始痛。我女儿今年快要30岁了，那不是30年了吗？你们想想看，更痛，而且是24小时痛，分分秒秒痛，她没有停过，没有停过，不曾停过，找不出原因了。找不出，你所有的所有。都告诉我哪边好的就哪边去。对，那还有你的，对，特别痛。还有我，待会儿我跟老师讲，这边是最痛。菊雅，菊雅，拿一下。要我拿？不用拿，不用。就这样子直接拿的。他那个，这里比较紧哈，先这里，两个手不要迈抓的。啊，爱对着那个镜头对，迈胸筋嘛。那个，对对对。这个是镜头，就对着我就好。对对对。那不要太近。你帮吧。就这个腰可以。好，我讲腰。OK 吗？我比较好。对哈，有哈。这个就是说，妹妹，你帮我拿吧。好。对对准了。那你不早来找我？也想啊。也想早点认识老师，少受一点苦。对。这个地方做完也有点痛哦，两边痛到。还有谁呀？没办法侧睡。还有你啊？还有没有其他人了？没有。就你了。就没办法侧睡，到现在每天都痛，没有一天不痛。好，那你就最后一个了。好。刚刚上面。
高光性的玻璃，看到每天几乎每天侧睡，都不能侧睡，我侧睡到枕头变高。这边还有感觉。然后右边是一个排气，好，对，五哥，走，好好往前飞啊！等一下，老师等一下。三十年的状况，不晓得。那地藏会，OK。什么地方？你不要让我吃饭了，是吧？就刚刚。后天离开台湾，后天啊，但是我八月份会带回来。哦，加拿大是在哪里？哦，在温哥华，因为我现在在吊轨。哦，很近啊。哎，很近，但还是要坐飞机啊。是。他在那边是10多年、12年。他比较稳定的，滑倒。在群上。他几乎在整体，在加拿大吊轨那边整体是一个礼拜至少这样子。不过，我要讲清楚，我是在东南亚免费，但是我在欧美国家我也收费。哦，呀，春年合同，对，发达国家方面资源，东南亚国家没有资源。所以你如果你女儿回来台湾的话，她11月份要回来，就是免费。我在东南亚全都是免费。知道，那老师你11月才回台湾吗？我是东北亚。她11月份才回来。来。老师谢谢。没事。老师谢谢。我看他手上往下的时候，他应该是水涌一下，从会传染，然后会有酸痛。酸痛。我也有要看清楚的，我对，我不敢不敢往上看，真的，所以我到底怎么样？我也在看，因为我的眼睛不敢看近一点，我要看近一点，这个我特别怕。你看，是跟你讲话的，但我这个很棒的，真的，我心想那个恐惧，然后他也撞到，不过那个现在因为。我想要再去放房间。有些是隔一天会更重要。我是没办法。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拜拜，老师谢谢，拜拜。